秋葵，夏天最时令的蔬菜。秋葵很多朋友都吃过，不过秋葵灰，朋友们吃过吗？秋葵灰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，吃起来口感很清甜。今天我们来炒个秋葵灰吃。秋葵灰先用清水先浸泡一下，除了秋葵灰，还准备了一小碟肥肉、一个蒜头、一小碟普宁豆酱。再把蒜头拍扁切碎，这就切好，来把秋葵灰洗起来。锅烧热，现在把肥肉撒出油，肥肉炸得差不多，来把蒜蓉放下去，再倒入秋葵灰。秋葵灰炒了会出很多的水，所以不能加水的。倒入普宁豆酱，翻炒两下出锅，味道鲜香，口感清甜的茶秋葵灰。清甜开胃，黄色的花瓣吃起来是清甜的，下面绿色部分吃起来又很脆，很好吃。